艺术中心非常幸运哈，在111年的开年的第一档大展，就邀请到我们最重要的人间双国宝认证的李秉圭大师。那老师这一次呢，总共展出了150个组件，大概快200件的作品。那以老师呢，人间国宝双认证的这样的一个资历，能够来到我们港区来展出，我们真的与有荣焉。那这一档展出呢，是从1月8号到2月27日，那会跨越农历过年的时间。那也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跨年的期间，跨农历年的期间，也能够来到港区来欣赏这一档大展。我们这一档功夫人的这名称，这个展出是在1月8号开幕，到2月27号，一共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的展出。欢迎全国各位对雕刻有兴趣的人能够来参观指导，谢谢。